我是特案组今年的实习警员，多数的连续杀人犯都有某种压力，蒙骗生理上比你弱小的女人然后杀害，优越感通常来自自卑。不要胡说八道，态度那么嚣张却拿我没辙，我会特别让你看看更完美的杀人手法。可以的话我也很想亲手干掉他。要不要我帮你杀了他？你是杀人案的嫌疑犯，他敢出现在我家？你爬进过这个家多少次？你一看到地址就知道是这里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该跟你说实话吗？我爸爸死了，但是其实杀他的凶手……记得你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未来戏剧台。